去哪儿啊？现在我们要去，别说，好好好，我们要去哪儿，你说什么呀？就是干。他是连 VIP 票都没有，我要排两个小时的队。照相机、装饰品、眼镜、帽子、围巾、大。这没有难度，马上回见。哎呀，对呀，对呀 ，so easy, so easy。排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已经。我现在准备要上。